露水办公室，职场生活小教室，耶！与主管吵架篇。你哥，你对我还有什么不满？你说啊。爱迟到啊，上班滑脸书啊，看 NBA 啊，早退啊，啊，事情都没做好。你哥，我除了爱迟到、上班滑脸书、看 NBA 早退以外，你对我还有什么不满？你说啊。好像没了。露水办公室，职场生活小教室，耶！情绪表达篇。你哥，小壮，我们大家工作都会有很多不开心的地方，我知道。那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一不开心就把不爽写在脸上？好的，我下次会注意。赶快去洗掉了哈。好的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职场小教室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露水办公室，职场生活小教室，耶耶。好的，我下次会注意。